OK， 兄弟们大家好啊，今天给兄弟们看一下什么叫做全梦幻第一神肉斯托尼，好吧。这边的话也是我们的一个剑会的一个比赛啊，因为比赛回合数有一点点长啊，为了不耽误兄弟们的时间，我们直接跳到比赛的第16回合。这边是珍宝阁打的一场剑会的一个比赛啊，观战番的话是紫禁城的一个斯托尼，好吧，大观园的斯托尼转到紫禁城吧，紫禁城的一个斯托尼。然后的话比赛16回合，可以看得到对面残血单位特别多，我给兄弟们看一下什么叫做全梦幻的第一神佑斯托尼，好吧。就你们都说珍宝阁会神啊，请看斯托尼的表演。哎，估计开号的这个人是王宝强啊，兄弟们。 OK， 17回合，武装冠率先拽出他的一丝顺法。 OK， 对面一把封印，对不对，封重这边正好一把醍醐灌顶灌掉，直接解掉，对吧，指挥细节拉满。 OK， 我们驼哥准备开飞机了呀，对面这宝宝这血线的话一刀一个神。 OK， 化身有盾没死啊，第二个神，我操，神神，我跟你说也是没鬼眼，兄弟们有鬼眼的话这个宝宝都得神，真的，好吧，就也是身上没鬼眼啊，兄弟们有鬼眼的话五号宝宝都得神，就如此的神佑七率，这啊我跟你说，这一波飞机神四个，我真第一次见，玩梦幻西游这么多年真的第一次见，好吧。这个比赛的话最后的话也是珍宝阁取胜啊，也是珍宝阁取胜，好吧，后面的比赛我们就不看了，就看这么多吧，好吧，下期我们再见，主要是给兄弟们看一些有意思的东西啊，兄弟们。